引领大韩民国发展的 POSCO 集团，为创造 POSCO 更美好的未来，这就是 POSCO 人才创造院存在的理由。如何才能成长为更加优秀的人才？为推动 POSCO 集团走向更好的方向，我们在不断地进行多方面持续性的思考与研究。POSCO 人才创造院从1969年至今，为了不辜负这个愿望，我们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努力。世界各地 POSCO 集团的所有成员，从入社到退社，通过职业发展和自我成长，将成长为具备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成员。我们只关注设计职员的发展与成长。 POSCO 集团面向未来的竞争力，人才创造院作为 POSCO 集团 HRD 的平台，通过系统的教育延伸，致力于个人、组织、部门乃至集团的成长。为实现 POSCO 集团战略伙伴的愿景，人才创造院全球领导力中心和创新技术中心共七个集团160多名成员，将负责对职员从入社到退社的必备教育。全球领导力中心通过对集团公司国内外所有员工的入职、晋升、培训教育，为实现引领集团未来的创意性人才的培养，打造强健的企业文化，将竭尽全力进行组织单位系统的现场领导力教育。革新技术中心以 POSCO 集团独创的 Six Sigma 为基础，不仅培养现场创新咨询、数字能力教育、技术和安全培训、工作能力评估、就业教育等，培养主导针对变化多端的环境的专业人员的同时，以及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并走在前列。POSCO 人才创造院为了让所有地区的集团公司创造与众不同的价值，通过松岛、浦项、光阳公司提供符合业务特点的高质量学习体验，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提供针对性学习内容的平台 Learning Platform， 可以随时随地地进行所有的学习培训，通过实时反馈及进度管理功能达到最佳环境的学习空间。另外，从集团公司管理层到工作人员，通过针对现场问题达成共识，为实现经营战略提供实质性的服务，为打造 POSCO 集团更美好的未来。 POSCO 人才创造院不仅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取得高创业绩，目前也在全力以赴勇往直前，打造未来全球 POSCO 集团的8万成员，对员工的成长负责，这是 POSCO 人才创造院的使命。个人的成长、组织的成长，乃至 POSCO 集团的飞跃，这就是 POSCO 人才创造院存在的理由。我院的宗旨是竭尽全力帮助所有成员的持续成长。 Learn Together, Run Together, POSCO 人才创造院。